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皮肤不吸收护肤品怎么办。一、使用护肤品后搓泥，大部分是因为角质层过厚，影响了对护肤品的吸收，要定期给肌肤去角质。二、使用护肤品后敷在脸上有黏腻感，很容易吸附灰尘和脏污，引起肌肤出现痘痘的现象，可能是因为护肤品过于的厚重，对皮肤来说无法负担，我们要减少护肤品种类的使用。三、使用护肤品后皮肤毛孔堵塞，皮肤敏感的状态或者是没有清洁干净，很容易造成无法吸收护肤品，导致肌肤毛孔堵塞，产生小粉刺等肌肤问题，根据情况来进行清洁或者暂停使用。